嗨，我是丽婷。眼前这两张看似不起眼的旧钞票，其实就是华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两张分别是1959年的一令吉纸钞和1961年的十令吉纸钞，都是第一批由华人签发的钞票。中华特拉曼宣誓独立，但是很多人不晓得，当时当天我们的槟城的首席部长王宝林。一下机回去槟城的时候，在群众大会也在宣誓独立。